梦见打别人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打别人，可能预示你会生一个女宝宝，但情绪一定要稳定。创业的人梦见打别人，可能表示你不能获利，并且还会亏损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打别人，说明可能会有小人从中破坏，但只要双方有信心，婚姻就可以成功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打别人，意味着近期你的考试运不佳，成绩不理想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打别人，表示路上的阻碍大，建议延后出行。